我去走走。哎，你们都不用跟着了，有我跟着先生就好了。是。 先生，先生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的箫，名唤古灵箫，便是用这种竹子制成的。这种竹子做成的箫，音色圆润柔美，堪称上品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在书中看到以后，便费尽心思。 替我寻来做礼物，先生，您这位朋友待您真好。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他待我非常好，我许久没有见过他了，我很想他。 先生，您这位朋友如今在何处？咱们离开南宿之后，我可以陪同您一起去看望他。看望，我再也找不到他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先生，您这位朋友是不是不在了？是吗？ 慕容先生，小心呐！没事吧？那没事，吓死我了。